今天打开二手冰箱，有啥就吃啥，那就吃我拆橘子买的琥珀糖吧。这里还有一盒花花的，给他们都打开。琥珀糖的颜值确实是很高，但是它吃多了容易腻。今天咱们就来做一杯秘制小强尿，蘸着吃。又要请出这袋青汁了。这款青汁粉可以做青汁糯叽叽，也可以放到酸奶里拌着吃，老好吃了。而且它这个配料表也特别干净，就只有大麦苗粉。吃个百香果口味的。再来个西瓜口味的。说句实话，这个琥珀糖蘸酸奶真的挺好吃的，特别解腻。这个青汁你们真的可以试一下。